2024年五月上海洪盛春拍银人走失。第一名，袁世凯红线纪元飞龙躲避未流通，成交价138万元。第二名，北洋龙 PC 季军飞 PCGS 等级 MS64， 成交价609500元。第三名，川龙三剑客之折金版 PCGS 等级 MS61，成交价713000元。第四名，原相三菱甘肃版 PCGS 评级 RU50， 成交价519000元。第五名，吉林庚子中太极 PCGS 评级 RU53， 成交价333500元。第六名，浙江卫飞艇 PCGS 评级 MS62， 成交价483000元。第七名，江南熬眼龙躲避未评级，成交价115000元。第八名，袁世凯红铜锂分样品 NGC 评级 MS62， 成交价138000元。第九名，孙中山三鸟帆船 PCGS 评级 MS64， 成交价212750元。第十名，江南吉泰 PCGS 评级 MS63，成交价115000元。第十一名，新疆响银5000 PCGS 评级 VF35，成交价178250元。第十二名，三年原相中远 PCGS 评级 MS64，成交价109250元。第十三名，袁世凯九年大肩章 PCGS 评级 MS63，成交价172500元。第十四枚，轩三 Dollar 后代点 PCGS 评级 MS62，成交价161000元。第十五枚，四川盘龙 PCGS 评级 MS62，成交价437000元。第十六枚，造桶龙尾油点 PCGS 评级 MS65加，成交价184000元。第十七枚，湖北库平一两小字母PCGS 评级 RU98， 成交价276000元。第十八枚，黎元洪吴茂香 PCGS 评级 RU53， 成交价126500元。第十九枚，许世昌人寿龙灯 PCGS 评级 RU56， 成交价517500元。第二十枚，北洋奥典三角眼 PCGS 评级 MS62，成交价322000元。第二十一枚，广东七二帆板 PCGS 评级 RU55，成交价437000元。第二十二枚，广东启动板 PCGS 评级 MS64，成交价207000元。第二十三枚，辛亥都督府中心名 PCGS 评级 MS64，成交价80500元。第二十四枚，段祺瑞相 PCGS 评级 MS62， 成交价327750元。第二十五枚，江南谢图影 PCGS 评级 MS63， 成交价212750。第二十六枚，安徽点四大花型 PCGS 评级 MS61， 成交价333500元。第二十七枚，吉林昶平七千NGC 评级 XF Detail， 成交价345000元。第二十八枚，奉天阔腿龙 PCGS 评级 RU55， 成交价126500元。第二十九枚，奉天侠面龙躲避未评级，成交价103500元。第三十枚，吉林癸卯中太极 PCGS 评级 RU55， 成交价322000元。第三十一枚，黎元洪戴帽相 PCGS 评级 RU92， 成交价161000元。第三十二枚，江南直投影 PCGS 评级 MS63， 成交价437000元。第三十三枚，江南己亥新龙 PCGS 评级 RU50， 成交价151800元。第三十四枚，湖北光绪元宝躲避未评级，成交价195500元。第三十五枚，
湖南省平一两 ，PCGS 评级 MS 62，成交价195500元，第36枚。四川刚模出档 ，PCGS 评级 MS 62，成交价437000元，第37枚。宣三五角 ，PCGS 评级 RU58，成交价132250元，第38枚。张作霖文装像 NGC 评级 UNCP Mills， 成交价667000元，第39枚。北洋洋后点 PCGS 评级 MS 63，成交价138000元，第40枚。轩三二角 PCGS 评级 MS 63，成交价23万元。